我做错了，原来我考试有偷看，我做错了，原来我时常没有诚实，我做错了，因为我很贪心，我做错了，我看不该看的网站，我做不该做的事情。所以你发现人很容易里面什么定罪感，我们容易因为一点点的犯错，我们怎么我们就躲起来，我觉得神啊我不配，神你看我成绩这么糟糕，神你看我在家里面一直惹爸爸妈妈生气，神你看我越来越没有好的见证，神你看我是这么糟糕这么的糊涂。许多人当神来找他的时候，他怎么样，他都躲起来。当神在敲门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，你在哪里，你在做什么，我都不敢说神啊我不配。今天我想问你，是你去找神还是神来找你？那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在找神，我们在神你在哪里，神如果是真的你 show me 啦，你告诉我，神如果你是真的，为什么我会这么糟糕，为什么我朋友会出卖我，为什么这么讨厌我，神如果你是真的你来医治我，神你是真的，为什么我需要这么多东西我一样都得不到，神如果你是真的，为什么我是这么没有爱，为什么我在家里面没有人关心我，没有人疼我，神为什么我这么孤单，为什么我这么寂寞，神如果你是真的，你 show me， 你彰显出来，神你在哪里。你说我神真的吗？看不到的哦，神真的吗？摸不到的哦。为什么要读圣经？神真的在那一边吗？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在找神，我们以为我们在努力找神，你在哪里？你发现你越找你就越累，你好像找不到神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当人犯错的时候，当我们觉得我们不配的时候，不是我们在找神，是神在找我们。因为我们爱什么？因为神先爱我们，永远是神先来找你。神走在伊甸园每个角落里面，神走遍天，神说：“亚当，亚当，你在哪里？”神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？因为神给亚当机会回应神，神给每一个人的机会，神在问你在哪里。可能很多时候你来过教会，你来过 DF， 你去过很多的营会，所以你发现又怎么样？我的生命都没有改变，我的生命还是一样的糟糕，我好像没有办法经历到我组长所经历的神，我好像没有办法经历到我朋友所经历的神，我好像跟神越来越远。你发现神你在哪里，我们都在逃避。所以你发现你第一次找不到，你第二次找不到，你就把你自己怎么藏起来。我告诉你，神去找你，所以神就派了人，神就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躲起来没有，神就派什么天使。你读圣经，你看到就是神天使会彰显在人的面前，神走遍每个地方，派了许多人去把迷失的羊群带回来。就今天你发现你来到地方不是偶然的，是你朋友邀请你，打电话给你，因为神要把你找回来，只要去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地方你躲起来的地方把你找回来。所以你发现在你学校门口里面有一般的狗狗姐姐， OK， 下着雨晒着太阳在门口拍照，要把你找回来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爱你，神知道你的环境，神知道你的问题，神知道你的困难。很多时候你在问神啊怎么办，很多时候我们看圣经节，我们觉得哎呀就是吃了果子躲起来，可那一时候他们开始惧怕了，为什么我们这么不听话，为什么我们神明明说不要吃我们却吃，为什么我们没有坚持，为什么我们做的不好，为什么我不够圣洁，为什么我能够一下子就一点点的犯罪，一点点诱惑来我又犯错了，一点点东西来我又发脾气了，一点点事情来我又做了不对了。你发现很多时候我们活到战战兢兢里面。我现在那个时候亚当跟夏娃充满着惧怕，充满着孤单，充满着绝望，他们觉得上帝一定是生我们气的，因为神说非常清楚，你吃了这粒果子你必定会死。他们觉得可能今天是我活着的最后一天，可能今天我就要死了。那时候人不知道什么是死亡，把他们觉得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个死不是肉体的死，而是灵里面的死。好像基森果刚才我们表演一个一样，那时候我们一犯罪，我们就以为我们与神隔绝了。所以你发现
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，当我们从小我们不认识上帝的时候，我们与神隔绝了，我们与神的关系越来越远。我们发现很多时候我们要做的我们做不到，我们想活得更好，我们没有办法活得更好，我们也回不到伊甸园的生活里面，因为我们充满着惧怕跟孤单。今天神要回来寻找你，所以说从在你妈妈在肚子里面怀孕的时候，上帝清楚告诉他，知道你是谁，你不是偶然的，你不是多余的，你不是没有用的，因为神知道你是谁。所以神再把你找回，因为神要告诉你他给你另外一个的命定。所以神把亚当跟夏娃找回来，神再次怎么给他们身份。你看圣经里面，当他们在他们身身露体的最后，人类的第一件衣服是神用皮子做给亚当和夏娃的。所以神告诉他怎么，没有关系，虽然你们犯错，虽然你们有罪，但是今天我要帮你们遮盖所有的罪，我亲自要把你们做到最美的衣裳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今天你跟我没有办法回到伊甸园，但是今天神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机会。神告诉我们什么？孩子，我知道你的生命，我知道你的孤单，我知道你的问题，我知道你像亚当一样，时常怕犯错，时常怕做得不好，时常担心这个担心那个，甚至有一些人你放弃了你自己，因为你知道没有人爱你，你觉得你是多余的。今天神要告诉我们，你不是多余的，你是我亲手所造的宝贵的孩子，在你生命里面有我的 DNA， 我给你的生命不再是现在生命，而是充满伊甸园所有丰盛的生命。就神在告诉我们他在寻找你，神告诉我们他在叩你的心门，他在问你你在哪里。像上帝呼叫亚当和夏娃一样，你在哪里？就神要说，孩子，你要不要给我一次机会，打开你的心门，让我再一次进入生命里面，与你建立美好的关系，让我们再次与神和好回来。觉得说我们以为关系已经脱节了，我们以为我们跟神永远没有 connect， 我们以为我们跟神就像那个绳子一样剪断了。可是你发现神造人很特别，在人里面你就寻找一个平安，寻找一个喜乐，寻找一个真爱。你在问谁爱我？现在都年轻人12岁13岁就谈恋爱，但什么是恋爱你可能不知道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渴望爱，你渴望被保护，你渴望被人接纳，你渴望被人关注跟关心。但是今天神要告诉你，不要去外面寻找这份的爱，他就是爱。在神造人的时候一切都是美好，今天神要告诉你，他再次与你建立回这关系，他最美好的献上给你。好吧，每一个人你再想想，今天生命里面神在寻找你，神在问你在哪里。你在问为什么我们要躲避神，为什么我们要离开神。不管我们今天犯了什么的错，不管今天我们离神多远，今天我告诉你，神已经在这个地方，他与你更亲近，他紧紧抓住你的心，他告诉你来到我面前，我要用我的爱来包容你所有的过去，我要再一次紧紧的拥抱你。那神拥抱亚当跟夏娃一样，就神要再一次拥抱我们，神要跟我说他再一次与我们有个和好的关系。好吧，每个人我们闭上我们眼睛，我们低下我们的头。今天下午好不好，安静我们睡觉，我们再问神，在说孩子，在我们当许多的人，你在寻寻觅觅，你在浪费你的生命，因为你从年幼都开始你不知道你是谁。你在很小的时候你在寻找到底我是谁，你在迷失的方向。你知道吗，亚当跟夏娃他们吃了果子的时候，他们是迷失的，他们是没有方向，他是没有前面的道路，他们开始恐惧。今天在我们当中许多人你也一样，你迷失了。今天下午神要再次把你找回来，要再次做你的朋友，要再次告诉你你不再孤单，你不再寂寞，他与你连结，与你成为最亲密的关系。我们一个人不管你在什么地方里面，今天下午神说
好不好？让我再一次成为你的朋友，让我再一次给你穿上新的衣裳。因为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有多少个人，你跟梅姐说，神啊，今天在这地方里面，我愿意将我的生命献上给你，我也回到你的面前来跟你建立美好的关系。如果这个是你的话，好不好？当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我要你敞开你的心，一起来敬拜，一起来赞美。让每个人我们站起来。当你找到我在生命十字路口，举起我们手，每一个人。过去的种种，全然交在你手中。你医治我，你恢复我，从此我不放手。大声来唱。当你找到我，在生命十字路口，你靠近我，你拥抱我，从此。过去的种种，全然交在你手中。你医治我，你恢复我，从此我不放手。夜再黑，心再疲惫，我仰望你至圣容颜，我已决定。所谓何等柔美，你大能在我心间，我愿一生紧紧跟随，我跟随你所谓。我们继续，我们手唱到底。心间，我愿一生紧紧跟随。
闭上我们的眼睛，今天下午神在这里，神要说，孩子，我要来找你，我要进你生命里面来帮助你。在我们当许多人像亚当跟夏娃一样，你觉得主我们不配，主我们不配来到你的面前，但是今天神要亲自来到你面前，他要说你在哪里，孩子你在哪里。你要给神一个机会，让他来帮助你。当亚当跟夏娃他们跟神隔绝的时候，他们躲起来的时候，神再一次给他们做个全新的意象，因为神要再一次连接回这个关系。今天下午神要告诉你，你来的地方不是偶然的，因为他知道你的问题，他知道你所面对的困难，他知道你所面对的挑战，他知道你在缺乏爱里面，你得不到真正的爱，你在寻找神爱在哪里。神在问，神，如果你是真的，你向我显现。今天下午神要在这个地方里面来向你显现。神说，孩子，你不是孤单的，你不是寂寞的，你不是没有人陪伴你的，我就是你最好的朋友。当我造你的时候，我要给你最好最棒的，造给你，造你的时候要把一切奉献喜乐给你。很多时候饿死的破坏夺去了，今天下午只要再次把爱把喜乐把平安给每一个的年轻人，想你忘记背后，想你忘记背后，想告诉你，若有人我们在基督里面，你就是新造的人。神再次为你穿一个全新的衣裳，这衣裳要包容你，这衣裳要洁净你，这想要释放里面得到自由。神给人选择，今天下午神给你选择，你说，孩子，到我面前来，让我成为你的朋友，让我帮助你在你的困难里面，让我帮助你从你的惧怕罪里面得以自由。因为耶稣来为你和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为了释放我们每一个人。有多少个人今天来这地方里面，我祷告是要触摸你，你说，耶稣，我在这里，求你帮助我，把你所讲的那一个喜乐，把你所讲的那个的爱，神，让我遇见你，让我与你呈现最美好的关系。若这是你的话，我数到三，轻轻举起你的手，我为你做祝福的祷告。你准备好了没有？有多少个人你要成为主耶稣的门徒？要说，神啊，在意识的把我生命献上给你，我要放弃2017年、2018年里面，我要穿上这个全新的衣裳，全新的生命，全新的恩典，全新的油要淋到我当中。你准备好了没有？一、二、三，是的，高高举起你的手，跟你说，神啊，我跟你再一次建立关系，耶稣，求你来做我的朋友。是的，高高举起你的手，我看到你的手，神也看到你的手，就要告诉你，不是你去找他，今天下午他要来找你，他在问你在哪里，你为什么要躲避我？你不要怕，你不要怕，因为我爱你。继续举起你的手，是的，好不好？当我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，凡是有举手的朋友们、弟兄姐妹，我数到三，你去到前面，我们要为你来做祷告，让今天你在基督里面，你不再一样。2018里面，让每一个人都穿上的全新的衣裳。哈利路亚。你的理想。
世界上耶稣举手的到前面来，我们一起来为你来做祷告。你拥抱我，从此你不放手，过去的种种全然交在你手中。刚才有举手的请你到前面来。你是我，你恢复我，从此我不放手。夜再黑，心再疲惫，我仰望你至圣容颜。我已决定永不后悔。有多少人要耶稣是你生命的救主，再一次跟神建立回这关系？你所谓何等荣美，你大能在我心间，我愿一生紧紧跟随。凡是有举手的，刚才举手的，组长邀请他们出来。我跟随你，即使荆棘漫步，纵然面对挑战，也没感到疲惫。我要穿过山泪，永远不后退。我们建立回关系，是的，神的爱就要再次来到我们当中。神农还有谁要求神来做好朋友的来到台前，我们一起为你做一个祝福的祷告。还有吗？好，我们将荣耀归给神。我们叫神在我们当中，神把人数加给我们，我们叫神要与我们很好的关系。哈利路亚。好吧，每个人闭上眼睛，前面新朋友好不好，当我讲一句，你们跟我一起讲一句好不好？来，大家一起闭上眼睛，请到左到右的，我们每个人闭上眼睛，闭上眼睛，低下头。下面的我们一起闭上眼睛，给我们一起闭上眼睛，低下头。来，我说一句，大家大声一起来说：亲爱的主耶稣，亲爱的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我感谢你，因为我知道，因为我知道是你来寻找我，是你来寻找我，因为你爱我，因为你爱我，你要再一次，你要再一次跟我建立回这个关系，跟我建立回这个关系。父，我谢谢你，父，我谢谢你，让我有机会，让我有机会来认识你，来认识你。今天下午，今天下午，我将我生命，我将我的生命献上，献上完。完全交给你，完全交给你，耶稣，耶稣，我敞开我的心，我敞开我的心，我接受你，我接受你，成为我生命的救主，成为我生命的救主，你要洗净。你要洗净我所有的罪，所有的罪。神，你告诉我，神，你告诉我，今天开始，今天开始，我就是新造的人，我是新造的人。你要赐给我一个新的衣裳，你要赐给我一个新的衣裳，就像你给亚当跟夏娃一样，就像你给亚当跟夏娃一样。主，谢谢你，主，谢谢你，今天，
今天你就是我生命的救主，你就是我生命的救主，我生命不再一样，我的生命不再一样，因为在掌我生命掌权，对，在我生命掌权，我谢谢你，我谢谢你，我感谢你，我感谢你，我将祷告，我将祷告，奉主圣名说，奉主圣名说， Amen。 好不好，给神力量。